至少350万美。垃圾，他那个，如果。使用年限的垃圾产量。差距就是，之前垃圾那些工人罢工了，结果垃，就是每天家里产生垃圾只能堆在大街上，然后大街上都已经蚊虫在那边飞了，但是没有人去处理那些垃圾。我还知道的是美国每年会向其他国家出口垃圾，对，他们会把垃圾用大轮船运过太平洋，然后一开始每年有很多到中国来，因为中国可以处理这些垃圾。后来现在中国不愿意要了，然后美国这些垃圾就开始往非洲和东南亚的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去运，就把垃圾扔到别人家去。谁能看一个彩？垃圾是来自国。对于这方。虾，他们就会试着去吃这个东西。塑料海洋，塑料海洋。就是。